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贪意啦？我的心神软弱，耶和华的电言到分去。我的心肠，我的灵体，我的上帝求求。上帝啊，阮伫你的殿内效念你的主啊。下面咱来唱圣诗，歌了上帝。圣诗第五十一首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圣诗第五十一首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全能大主宰，咱着齐声唱歌，歌乐主耶和华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奖励天地甲海，歌乐上帝，至尊至高至大，请咱起立来敬全首。
设立以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就是一切羊甲牛，天中的鸟，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愿要我靠你，要伫你的圣所来敬拜你。愿你的名得着高举，你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感谢主，予阮会当透过祈祷来向你求讨。
阮大声要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清洗阮，圣神帮助阮，予阮照上帝的旨意来替万事、替众人恳求。主啊，伫即个世代，阮看到真侪予阮感觉真担忧的代志。当阮对遮个代志无能为力的时，阮只有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主怜悯帮助。为着台湾的处境，香港公民的活动来恳求，求主予执政者佮政百姓会当了解民主真正的价值。求你伫阮的国家来掌权，兴起各所在的基督徒，予全地充满着上帝的疼佮公义。感谢主，应允阮久久以来的祈祷。要找派牧者来到阮的中间，阮着常常为着阮的牧者传道来祈祷，求主扶持因，甲因同工，赏赐予牧师甲传道有够行的智慧甲毅力，来做你好的使用。也为着教会长老、执事、各团契的同工的改选来祈祷。主，你伫各世代拣选人，甲你同工，恳求主，予众人有谦卑、愿意服侍的心。亲像身躯、肉体拢有伊的功用，阮众人拢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。无论当值无当值，拢会当伫上帝的圣工来发挥功能。毋茫有一天，阮众人徛伫你的宝座前，拢通对你伫个耳朵讲。好，搁尽忠的路步。主啊，阮知你的恩典够野蛮的。虽然阮伫生活中常常会拄着艰难甲试探，总是主你有应允阮，你的话要帮助阮，你的信心要引带阮，予阮伫百般的试炼中有大喜乐。为着阮众人心心灵所拄着的问题来向你恳求。主，你知影阮的需要，求主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要将今仔日的敬拜献予你，求圣神甲阮同在，也甲传道同在，通过伊所要甲阮分享的信息，成做阮每一个人生命甲灵性上的帮助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。阿门。Thank you.